Etoile de Song， 令人惊叹。拥有皇帝的珠宝商，珠宝商的皇帝雅玉的卡地亚举办了卡地亚璀璨之夜。港台巨星齐聚一堂，佩戴上亿卡地亚顶级珠宝，争相竞艳，华丽盛装赴宴。今天很开心可以参加卡地亚的顶级晚宴，那我也特别从北京的工作单位飞回来，一定要来跟大家共享盛举。我自己非常喜欢我手上的美洲豹的钻戒，像我手上这个呢，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优雅的女性的美洲豹，然后可以凸显女生的气质跟优雅。我佩戴的是卡地亚的珠宝，然后今天主要是有月光石，还有这个彩色宝为主题。给大家看看我的那个戒指好了，好不好？很大颗。非常谢谢卡地亚，然后我自己是非常喜欢，我也是第一次戴上就是黄钻石。黄钻石其实是非常稀有的，那像我身上戴的这个黄钻石，它又那么的黄，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。然后特别挑了一件 AF 很大气的一件礼服去配搭它。现场名流荟萃，星光熠熠，而好久不见的 Gigi 梁咏琪特地从香港来台共襄盛举。头上这个皇冠是分量很重的一个皇冠，是1911年的古董的一个皇冠，它价值5000万，一共有82克拉的钻石。戴上之后就觉得自己的一举手一投足都要非常的有皇室的风范，就整个人就变不一样了。